梅亭，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。毕竟梅亭主演了很多电视剧都很火，代表作品也有很多。例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让爱重来，父母的爱情等等，深受观众的喜爱。近日梅婷现身机场也被拍到了，当天梅婷身穿一件缎面套装，将头发搭在后面，看上去十分高级。而且梅婷当天还是素颜现身，可以说对自己的皮肤